好，我们继续第二首，是一首小号协奏曲。它是那个作者是布兰特，他是俄罗斯小号演奏家跟教学及作曲家，他是被公认俄国小号学校创立者。他一生呢写过34首小号与管弦乐团的练习曲。那今天我们要演的是第12首，他非常满，那舌头要顶很快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然后音乐也很优美动人。等一下又看到我们小蚂蚁张老师哦，他的那垃圾的功夫。好，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小黑的小号协奏曲。